现在跟你权利告知哦，依法得保持沉默无趣，违背自己应社会申诉；二得选任辩护人；三得请求调查有利证据哦。然后一提审法规定，人民被法院无要至任何机关逮捕、拘禁时期，本人或他人得向逮捕、拘禁地之地方法院申请庭审，是否了解？现在是现行犯了，我们要先上铐。哎、欸，主管，你不可以这样啊！下来哦，上铐，告诉我，你不要，我们要怎样？蹲下来，放下，走，放下。哎，主管，我们要怎样？你个，现在已经管了，很久了，趴下，主管哦，趴下，好，你手，不要，就这样，你手上铐就好了，坐着就好了。主管，我们水是不是漏掉了？是不是？加油！阿班姐，你开完了不？我该用这个小外条。我是安尼就好啊，那就大胆了。别。我再改智能人哦，吼，吼，安尼听无？我无安尼。好啦，我来倒啊。